我死了，剩后面那只，后面这只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全力激活！我发现我有一半子弹打在队友身上。我刚击也是，好像我打到反击了。好了哦，我来超频了。超频，啊，超频就好了，征服塔附近全部都一起征服。哦，赞，好像不错。那我要把我的钱全部弄在他身上。Ready。哦，旁边的塔1500伤害，哇，加一半。干什么？不要啊！不要过来！干倒！有犀角兽冲出来了！犀角兽，有在打、啊？我直接被碾平了！哈哈哈！掉分了！啊！画面黑白了！哦，这量太多了吧？哦，这个量！不要打炮台！哦，有人跑到核心前面啦、啊！而且还不是有人，是一群，有一群人，一群人啊！核心前面，谁说你可以去打核心的？哦，哎呦，全部都过来了，又来一坨了！哎呦，不要、啊！放龙兽。对，但是啊，然后有震飞的也走过来了，嗯，灯泡兽，震飞的要从后面打，哇，这个灯泡还有太多血了，后面震飞的几乎是满血，啊，不要过来，有了，死了。被震下去了，我看到有人被震下去，震下去了，哦，好多次，不要，我快死了，不要再震了，不要再过来了，检查一下，哇，太多了，灯泡兽。后面还有两只，其实没有看过灯泡兽打塔，好好奇哦。感觉这种走很慢打下去应该都很大伤害。他是想自爆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可惜他没办法爆了。哎、啊，可是还有好几只在打核心。核心2200。不要再打核心啦、啊！你这一只运母兽是核心2100。还有一只，哦，死了，他被路上的塔打死了。嗯，还有两乱是不是？天哪、啊！哇，征服全征服了，征服，我继续征服。有了，哦，全征服，哇，只能靠他征服了，真的，1700，靠他了。跑这么快送他回啦！哎呦，过来！真的是跑很快。哎呦，我守核心前面的。好，完了，真的是在当赛车在玩呀、欸！他们，嗯，哎呦，除了跑很快的我没办法挡之外，其他的我已经先挡到一个转角了。嗯，
而且他那些完全都不理我，哎，我站着他都不打我。他们就直接只想往核心那边去啊。对啊，我、哦、这边好多只哦。我全部把他挡在这里，我以我的肉体吸引着他们。青春的霸体，有露背后了。好，肉体。我飞下去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全部都在弄我了。啊哈、啊！有一个灯泡走过去了。嗯。灯泡他不接受我的肉体。有在打了。还两个哎、欸。有一个灯泡走过去了，他又不管我的肉体啊。嗯。他不喜欢我的肉体。哦，这个机器，这个霰弹枪机器也蛮痛的。哦，打2000K，哎、哦，200K，、哦、好多哦。我要失手了，我要失手了。你要失了吗？对。好、哦。Okay, OK。我说失手的失。对啊。还有哪里？哦，有看到这只灯泡了。啊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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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，一大堆嘎抓。我尽量挡了，我已经尽量挡了。还有吗？还有灯泡哎！哎呦！哎呦！怎么这么多只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痛！玉木抽够了，怎么还有啊？爱兔兔的还是一堆？谁爱兔兔？那个、啊、尖什么兽的？我完成完成，挡下挡下来了，挡下来了。哦，最后一关。嗯，这里继续征服、欸这里。这里快要100%了。对。直接变2倍，差一点，92%，差8%，啊，总计伤害哦，我今天要不要把那8%看能不能升上去？8%。啊，差了2%、啊，最后一波，好难听哦。嗯，最终回合，哎呦，步行战士，跳，哎呦，我先去打后重咳嗽好了。好，跳，步行战士死了。哦，陆行战士，你打得好痛！有赛车过去了，有几台赛车跑过去了。嗯，然后天上好多那个、哦，陆行战士也太多了吧？啊，陆行战士！啊，不要陆行战士 ，no！ 不要把我壁咚，不要！后面有人射我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壁咚，我不要！哎，家里已经在炸了。有几只跑很快的跑过去了吧？嗯。陆行战士有几只跑过去了？很多只。哦，11只。不要啦！是不是后面那只大只的、啊？解了红血了，哎呀！我来堵他屁股了。重咳嗽，我来，我也来了。有了，欸，这一波反而还好，嗯，耶，过了，哦，真困难，哎呦，啊，刺激，哦，新的塔，捕兽夹供应塔，这什么鬼？哦、oh. ，
合作无间，我死好多次啊！真诚塔可以增加射程吗？可能吧。啊，选项选错了啦！这样跑太快了。更耐打，跑更快，跟自动修复伤口。嗯。啊，以前是开自动修复伤口，跟攻击更痛，然后重生不能重生。嗯。要快吗？不要跑那么快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跑那么快，不要跑那么快。那不能重生，还是要更凶猛？重生还是留着好了，我觉得。对。重生。不能重生有点亏，对，不能重生有点没画面，好了，好好，那就攻击很痛，然后更耐打，就重装坦克的感觉了，他们还要回血，好，再来密林树冠，好像很宽吧，我记得，哦，换只角色来玩了。没色，散弹枪，换散弹枪好了。放高致命伤害，好，这个好可以。嗯，不对，散弹枪的话，还是用习惯的好了。哦，近身绞肉器。哦，那我换一个角色，近战的。射杀敌人引爆。散弹枪。然后近身绞肉器，这个角色帅啊！一开始就两坨过来，电击造成666伤害，陨石塔，机枪不要。濒临死亡时伤害越高，有没有缓速？哦，有十轮塔缓速，缓速不受夹，我觉得那种让人家缓速变慢的好了。嗯，哎、欸，都被弹开，可恶！核心造成伤害，这不是有个每次打完核心会回血的吗？哦、嗯。啪啪啪。哦，雄风塔是无视护甲哦。嗯，可是它范围不大，蛮小。嗯。那核心损失没损失1%的核心血量，增加0.6%的伤害。嗯。电击靠近的敌人。还是不要改技能好，感觉没有比较好用的技能。电击倒是可以用，多加一个导电。我觉得震动可以关掉哦。接受，震动可以关掉。嗯，在控制里面。哦，我原本是关的。嗯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啊，你送资源给我。对啊，什么送给你啊？1200，给你花。因为我不能盖雷射塔，可能盖雷射塔只有你个，只有你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我没有雷射塔可以盖。我的好像是就好，我的好像还是原本就关的。这盖哪里比较好？选项。如果把这边堵起来，他们就绕另外一边啊。啊，那好，比较好，那好，对啊。对，然后你，哦，没事，因为我会在那个核心周围再包一圈啊。啊，对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就是守在核心附近，不过前面就很恐怖。所以是要把它集中成一坨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核心可以再绕到左上角去进来啊。哦，这里有东西可以拿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挡这边，挡那边，然后。挡前面吗、欸這個？因为左下角比较空旷啊、這個。这个是地雷吗？
哪个是地雷？我手上拿的奇怪的东西。为什么你我看不到你手上拿什么？我看你是空的。对。地上，你看这地上，没有东西啊。对，这里有一个东西啊。欸、没有，我们有哎、欸，在这。对啊，这椅子上还有一个，这应该是地雷。拿 F 可以哦，可以拿哎、欸。对啊，那可以拿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看你要放哪。不知道哎。来，再去逛一下，搞不好地图上还有。好，那我这边来盖一下这个好了。好像就那两个而已。我差点跳虚空里面去。没事，没事。所以要集中在这边，在这边给他绕吗？对啊。那我要把地雷拿过去。哦、oh。这样好像没办法绕齁。